Hello，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们今天呢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可爱的这样的一个橙色的可爱的小章鱼怪物，然后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章鱼怪物，还有两个大大的眼睛。它有什么特异功能呢？就是它特别爱吃我们的 slime， 特别爱吃我们的史莱姆或者是我们的黏黏胶。然后它是适合于我们四岁以上的一个小朋友，0到3岁的小朋友呢是最好不要玩我们这个小的一个玩具哦。然后是一个有英文说明书，我们可以把它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来，可以让我们的小的这个小的 monster， 我们的小的可爱的小怪物去来试一下能不能把我们这个小的史莱姆呢去把它吃掉。它这里会附赠我们这样非常小的一罐的我们黏黏胶，闻起来的味道呢也是非常的中性。我们来试一下，把我们的镜头放近一些。好了，他就已经把我们的黏黏胶给它吃进去了。哎呀，他又把它吐出来了，还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恶心，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拉他的眼睛，然后让他的这个小嘴巴把我们的黏黏胶给它吃进去，他可以往外吐。超级可爱的，然后他又给它吃进去了。现在又把它吐出来了，好吧，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今天带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玩具。如果你喜欢或者是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弹幕指下方的赞。想看到更多好玩的有趣的整蛊的玩具，不要忘了给我们的频道呢一个订阅，在视频的下方留下你们的留言，告诉我们你们的一个愿望。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